完全不需要更换滤材的空气滤净机，小体积更适合放在任何空间，简约美型除了给予家人干净的空气，让细菌病毒双效净化，是家中有小孩必须考虑拥有的。山田家电静电集成清净机，这台才是货真价实的零耗材，这样才是真正的省钱。不像市售有些说是无需耗材，但还是需要购买一些小东西更换。老公与孩子都是鼻子超容易过敏，就是太敏感就一直打喷嚏，还有小孩上幼稚园身上都会带着更多的病毒回家，家里更是需要像这样一台的空气清净机。拥有法国 TESOL 认证，有效抑制冠状病毒 99%。 山田家电静电集成清净机外观设计简洁与科技感，放在家中任何一个空间都适合，适用于坪数10以内的空间，小孩房间啊、卧室、客厅、书房都是可以自由移动，简单易懂就能轻松操作，还有支援手机 APP 使用，滤网自动提醒功能，晚上睡觉怕吵吗？也有睡眠功能，一点光声都没有，不打扰您的睡眠品质。清净机本身就能显示空气的状态，分别为蓝色、黄色、红色，直接看就知道空气的状态咯。让大家看看如果使用燃烧的香或是香烟的实际测试效果，自动感应就会立马转跳红灯模式，也就会开始运转强力模式，大约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把香烟弥漫的臭味道全都去除掉，影片也直接让大家看到烟雾是直接往清净机吸过去，吸力很强，在小空间内有异味也能快速解决。就说真的是零耗材，清洗滤网简单方便，女生一手就可以提起，采用抽取式的滤网，出效滤网电离加 ESP 的模块除全网，最主要的原理在电厂的作业下，带负电的空气中的脏污病菌会从空气中分离，并受带正电的集成板吸附，清洁滤网也很简单，切记一定要完全晾干才能装回去机台哦。先准备好中性的清洁液，还有毛刷，把清洁剂沾在毛刷上，来回刷整个，要均匀的都刷到，正反两面都要清洁。之后呢，静置15分钟，让污垢充分的溶解，再使用清水冲洗干净。出效滤网可以直接用刷毛与自来水去除滤网上的灰尘与毛发。注意哦，除全网不可以清洗，这是中长效滤网，使用一段时间呢，可以使用吸尘器去除表面浮尘即可反复使用，也建议两年更换一次。其实就算使用两年更换一次也很划算，因为这一台只需要换除全网，两年下来也不需要花多少钱，大家都可以成为省钱达人。简单易操作，省钱要省对的地方，家里是活动最久的区块，当然要给这个家生活的品质更好，不管是家中有小孩毛小孩，都是需要呵护被照料的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呵护自己的家。